老婆，给你发了几个餐厅，你看要晚上进来一次啊？要不然是不吃了吧？那么下午有点闹肚子，而且都老夫老妻了，也不差这个仪式感。只要你那个蒜香小龙虾一份啊。曾跃然纸上的多少个情话。你好，我要拿这件订的戒指。为了他偷偷的学会了吉他，想把他最喜欢的情话弹给他。哎，你们去哪里去啊？干嘛？自己都刚收拾好，自己都答应你出去约会了，听说现在好多了。没事，我都买回来了，你看都是你爱吃的，你别弄了，我来弄。那你先坐在这里，我没有说睁开眼睛不能睁开眼睛哦。你要干嘛呀？眼睛闭上。大宝小宝，你帮我把外面写的英文字母的白色袋子还有花拿进来，快点。啊，你可以睁开眼睛啦。是戒指吗？虽然你总是说我们是老夫老妻，孩子都有两个了，惊喜和仪式感对你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我曾用一枚滴蜡向你承诺，此生只爱你一人，无论婚前婚后，我都会给你浪漫的仪式感。而这枚呢，就是我兑现承诺的一小步。老婆，七夕快乐！小米。